喂，大家好啊，多谢你继续收听这个五年都仲在线仍未断线的网络媒体 Ragazine。我是这里的节目主持 Carl。Hello， 欢迎翻到呢个第二季嘅谈馆啊！咁啊，就系二十集，系啊，眨下眼咧就去到二十集啦。鸠吹节目系啊，咁啊，吹吹下都净系剩翻一二三四四集嘅啫。全应该系四集咯，但系我估计唔会唔止咯。唔系，我会 set 定做四集啦，系咪先？咁唔可以有阵时真系冇乜货又唔可以夹硬讲嘅，系咪？咁尽量满足听众嘅需要啦。嗯，因为有啲听众都反映，哎呀，我都即系好想听啊，咁样几时有啊？咁样咁啊，我尽量做多啲啦。咁啊，因为小弟近排心情都唔系咁好啊。唉，大家咁话，因为即系今年香港都唔系今年嘅啦，即系逐年艰难啊，即系香港地搵食咁啊。冇办法啦，都要面对嘅，系咪先？咁啊，有阵时录下音都系一种抒发情绪嘅一种方法嚟。都系噶，都系嘅，即系我啊冇你咁大件事啊，我都系为女死为女亡啦。系，咁我又唔系好大件事，咁我都系即系今年可能生意比较淡静啲嘅，咁全行都系啊，冇办法系咪先？咁啊，大趋势系咁，系啊，咁都要过渡嘅吓，咁啊冇办法，系啦，咁啊讲翻波啦吓，系啦，即系一轮牢骚之后，咁而家英冠咧，寻晚其实我哋今日录音嘅时间星期三啦，嗯，其实今晚深夜都有赛事嘅，系，咁啊寻晚深夜咧、都有赛事，咁其实打埋寻晚同埋今晚之后咧，其实就已经打咗41场，即系已经有41周噶啦，咁啊剩翻5场波啫。嗯，咁啊，其实今集咧，我哋就想讲一队比较冷门啲嘅球队啦，亦都系我最有感情嘅球队啦。咁啊，保顿啦，咁点解你要咁有感情啦 ？E.V. 其实有阵时咧，我觉得睇波咧要识得欣赏对手嘅，即系当年嘅保顿咧，你系觉得输得心甘命抵，即系同暴力般一样。嗯。即系你会觉得人哋系针住你弱，系针住你班友唔拼抢啊，系踢得辣啊，系高 Q 大棍啊，系你就系顶唔住咯。人哋即系你系输到服一样，即系等同于你睇嗰阵时对车仔，我哋都觉得啊，真系吹你唔涨。你只杜奥巴无论任何赛事都搞得掂我哋嘅，咁你真系咬你唔死噶嘛？呢啲吹你唔涨，咁保顿系成个整体嘅呢一个例子嚟嘅。所以每一次以前即系嗰阵时睇下先，我就话对亲保顿咧就，哎呢3分冇咗啦，咁严重啊！作客就，哎3分预咗冇嘅，咁严重系啦，个即系睇波嘅心态会自己调整咗。系咁啊，所以其实一路睇保顿嘅波，我都觉得系好有草根足球嘅感觉嘅，同埋呢队波本身，我中意佢一样嘢就话佢踢得够烂，烂得嚟佢讲到明矛，但系矛得嚟咧。佢又唔系真系话实在太矛，即系窄界位咯，窄界位弹出弹入，你打我，你打我嗰种嚟嘅。系咁就其实，哇！保顿咧讲一讲保顿少少历史啦。嗯，哇！原来1847年咧就已经创立噶啦呢个会。嗯，同埋佢系其中之一队咧，以前传说所谓嘅12队足球联盟嘅即系始创嘅球队嚟。嗯，咁啊。一直都喺低组别徘徊啦，咁其实90年代中期咧，佢亦都上过嚟一次英超，咁啊嗰阵时仲未系大 Sam 教嘅，系咁就升降机啦，即刻落翻去啦，咁之后
之后就艾拿大师接受啦。咁其实成绩就立即有进步嘅。咁、嗯、其实佢哋喺佢哋先后三次就入到附加赛嘅，有两次就输咗。咁、嗯、啊，直到2001年啦，我冇记错就喺附加赛嗰度咧就击败所有对手，咁就成功咁升咗呢个升到上英超去驰骋嘅。咁啊，阿拿大斯后生嗰阵时都系踢保顿，都踢咗几年，其实都系即系打后卫啦。咁其实佢同保顿渊源都几深厚嘅。咁就当时佢即系接任咗保顿之后咧，唔系接教咗保顿之后咧，其实佢都用翻佢以前即系踢波嘅方式啦，比较直接啦、硬正啦个方法咧，去制定呢个保顿呢个球队嘅。嘅踢法嘅，咁啊，其实保顿就大家都众所周知啦，佢哋都好鍾意用啲失意军人啦，即係好似有一个即係花名咩就係、是、失意军人，即係收容所咁样啦，係咁啊，但係呢其实佢当中都不乏有啲失意不华嘅年轻嘅球员啦，英格兰球员啦，譬如话奇云路兰啦，奇云路兰其实都系出自于呢个保顿嘅。咁呢、这个中场大家都不需要多介绍啦，好硬正啦，好实际啦，同埋啲软石脚头好重，同埋仲有再佢哋好聪明啦，之后就又买下啲可能喺其他球会打唔起嘅英式嘅比较英式嘅球员啦，譬如奇云戴维斯啦，咁、奇云戴维斯你见到佢都脚软嘅，其实系阿仙奴当年。哇，点知脚软？即系我又即系你保顿点解我会咁欣赏？佢又有阵时系有啲粗中大幼嘅，吹你唔涨啊！即系奇云戴维斯嗰种，佢又有啲脚法，但佢有啲粗鲁，佢有啲射术。即系嗰种感觉，你又好难形容。唔系奇云戴维斯脚法就一般啦。咁啊，其实你唔系嗰阵时佢打组织，哇，嗰啲起脚，你原本以为佢冇咩威胁，但一嘢就勾中你。唔系佢停到波嘅，估唔到佢噶。唔系佢嗱，你当讲开依粗中大幼咧，其实嗰队波当时咧都有啲比较幼细啲嘅球员嘅，同埋都几大名啊。譬如话佐卡夫啦，吓、佐卡夫嘅竟然喺唔系。其实都唔应该咁讲，咁佐卡夫不嬲踢国际米兰之后就去咗可塞罗顿啦、我冇记错。咁佢又喺可塞罗顿度签咗佢返嚟啦。咁其实都系好本来以为佢好水味啦。啊点知又有货教。咁啊你估唔到。仲有呢个牙买加国脚啊左翼嘅加特拿。嗯。因为加特拿都系升班功臣之一嚟嘅。咁啊黑黑实实咁啊实而不华。冲刺力好强嘅。阿仙奴又系见到佢又系脚软。哇！嗰阵时保顿好犀利，即使基连伦啊。哦，龙门咁，龙门当然啦，即使基拿伦就长期效力喺呢个保顿啦。芬哈美啊，卡普啊，哇！呢啲名你都真系屎必啊，顶你个肺！唔系艾云金宝就之后就喺皇家马德里嗰度签翻嚟，希亚路都踢过嘅，其实。系啊，屎必就可惜啦，即系佢。后屘就自杀就身亡啦、即系佢当佢教威尔斯国家队嗰阵时候，但其实佢喺保顿即系镇住个中场嘅作用咧，系非常之重要的。咁、其实佢系一种即系好全能嘅中场啦，长短棍都有啊，同埋啲传送都几独到，同埋佢好有领导才能啦。系佢、当时。搭埋呢个奇云路兰，其实都呢、这个中场都几实际，非常实际。加埋可能右手边嘅佐卡夫啊，仲、有左手边嘅加特拿咁、前期就用帕达神多嘅前锋，或者升班功臣呢个黑人大只嘅大舊衰呢个列基特斯啦、呢、个前锋都前期佢又用呢啲人比较多嘅。但之后就开始之后安力卡嗰都有嚟咯。咁之后佢其实竟然签到安力卡啦，即系迪奥夫哇！即系安力卡其实就即系
都算系世界级前锋嚟嘅呢个呢个球员。嗰时都仲叫浮沉状态啦。唔系佢嘅实力，佢嘅实力系世界级嘅，系 OK 嘅。但系即系始终佢自己嗰个性格，嗰个性格唔好啊，所以就周时。嗰好似系打完曼城之后就过嚟，嗰时啱啱好曼城未起飞嘅时候，最尾嗰阵水尾踢曼城㗎嘛。跟住之后就开始到呢啲球会啦，到保顿嗰啲啦。然之后车仔见啊呢条友平我执咗返嚟嘛。因为佢持续喺保顿都有好表现。系啊。同埋都几有呢个单天保至尊嘅感觉㗎嘛。所以喂，同埋佢喺英超都证明到佢嘅实力啊，佢入球数字啊，咁买佢返嚟，咁佢后屘喺车仔都做到嘢啊，系咪先？咁其实佢喺曼城踢完之后去过费伦巴治嘅，去过费伦巴治嘅，咁之后俾大Sam劝服咗，咁啊执到佢返嚟咁样咯，系啊，喺效力嗰两年啦，保顿喺06同埋08年之间，咁其实佢都带领保顿入过呢、這个欧霸嘅赛事噶，好威风噶，其实。是啊，头先你讲到粗中带有呢，其实有一个球员就不得不提啦。是。两个其实一个就是奥高查啦。哇 ,JJ。是啊 ,JJ 奥高查我觉得就。即是阿伊和比个 uncle。可以话近二十年啦，远古我唔知啦，我觉得近二十年佢差唔多系非洲球员即系 top three 嘅最好十号仔之一嚟㗎啦。嗯。是啊，咁佢阿大 Sam 就好嘢啦，竟然可以劝服到佢嚟效力保顿。咁佢效力嗰几年都几紧要㗎。紧要。佢罚球传送啊都系呢个进攻嘅传员嚟㗎。咁啊仲有另外一个啦，就呢个欧洲国家杯冠军队嘅成员啦。呢、这个七号仔光头仔矮矮细细嘅呢个简拿高普鲁斯啦、简拿高普鲁斯就踢右翼为主嘅、又系球味非常之重嘅一个球员嘅咁、由03年到08年就效力呢个保顿咁啊好鍾意睇佢嗰阵时咁呢啲球员呢又系俾佢上阵呢佢就唔会即是佢唔会锡住自己佢都会俾晒你嗰隻嚟。咁啊头先你讲过啦咁你讲个后卫啦咁又签下啲未红嘅奔希姆啦。係未红啊嗰啲。未红啊今起奔希姆啦咁又可以又签到呢个查迪啦。呢、这个非洲呢个黑实实嘅中间查迪啦你又见到佢又系脚软嘅。咁啊有阵时又会执到啲西班牙好嘅球员啦，斯萨啦，呢个可能冇咁多人识嘅，咁斯萨马田啊，斯萨马田就喺拉科罗维亚盛世嗰阵时候，其实佢都介乎喺呢个正选同埋呢个后备之间啦。对于拉科罗维亚中间都几有用嘅，不过效力保顿就冇乜点出嘅，但我记得系有呢个球员嘅。但是好嘢啦大Sam真係佢有呢个牙力呢去说服到啲球员加盟都几即係大Sam呢一方面嘅能力系几犀利嘅其实。你唔系话喂第一保顿呢啲球会其实俾嘅人工其实都唔会话十分之高啊系咪先。咁可以有能力劝到佢嚟就可能俾啲即係 promise 佢啦或者可能俾啲愿景佢或者嗰个气氛良好啊所以就吸引佢过嚟。嗰陣时嘅保顿其实都即係等其实喺我心目中等同于而家屈福特差唔多咁样嘅 level 嘅球队㗎。即係佢要吸一啲咁样嘅球星嚟其实当年唔难同埋最緊要係大Sam打得出成隊波個風格出嚟嘛。同埋我覺得大Sam有同佢哋講因為佢都接收好多失意軍人㗎嘛。我諗佢都同佢哋講話不如你哋即係萬眾一心打得好啲咁就可能。證明返自己啦。可能證明返自己當做搭腳石又好乜嘢都好啦係咪先。咁都幫自己又幫到球會咁樣囉。非洲人佢都頭先我都有講過幾個啦咁有一個又係好硬正嘅中堅啦或者防守中場啦呢、這個戴安尼菲爾啊。係。呢個好熟悉嘅名字戴安尼菲爾都非常之硬正。咁啊仲有迪奧夫啊。咁迪奧夫
当年喺利物浦就借一句过去先嘅，后尾就正式加盟。嗯，系啦，咁就后尾就同安力加就如鱼得水啦。系咁啊，后面又搞到好硬净，中场又有啲实而不华嘅球员，同埋操中有势嘅球员。嗯，前边又有啲唔同类型嘅，唔同类型，真系唔同类型。同埋以佢哋当时咧就以一种好简单、好直接嘅踢法去制造佳绩出嚟嘅，其实真系令到人哋好嗱，其实佢踢法真系唔悦目嘅。但系咧，系服咯，服真系服咗佢。你系服，系啊，系啦，即系呢一个你系保顿俾你嘅一种魅力嚟嘅，甚至乎连布力般都冇嗰种味道。即系我当年成日将呢两队波都系归类喺同一个 character 里边噶嘛。系，但系其实你抽翻出嚟，其实保顿系更加有嗰种味系更加浓啊。嗯，你系我都系嗰、那个，你真系算我蠢钝，我谂唔到一个好适合嘅形容词去形容嗰阵锤嘅。系，但系嗰阵锤系会令到你。拜服唔系嘅嗱，其实佢之后咧，咁其实史笃城咧都有少少保顿味嘅，又系执好多啲失意军人啊，又系高 Q 大棍啊，好直接啊。史笃城就嗱喺我嘅角度咧，就手榴弹就出晒名，但你话系咪真系咁整体嗰样嘢咧？唔系咁，保顿都系领先。唔系咁，当然保顿好波嘅人多过佢啦。咁呢个真系要归功于阿拿大斯啦，系咪先？咁后屘冇计啦，阿拿大斯就俾纽卡素叫咗啦，受不住诱惑啦。咁阿拿大斯都执咗佢某啲保顿兵过去啦，路兰啊、戴安尼菲尔啊呢啲啦，咁就。阿拿大斯走咗之后呢，咁啊呢个森美利就接任啦，咁我开始就开始球队呢就成绩就开始下滑啦。咁啊同埋森美利之后又整一个呢个加利美神去接任啦，因为森美利真係好似似乎啊做呢个一哥啊真係唔掂嘅。咁啊美神咁其实美神接手咗之后就因为都几多主力流失啦，咁你奥高查嗰啲又老啦，咁你安力卡嗰啲又走咗啦，咁、甚至乎我记得宾希姆嗰啲都去咗，都走埋嘅。韦根啊，之后嗰啲艾哈比斯、啊。系啊，但系其实佢都有少少揾一揾到个阵脚嘅，因为佢都嗱，佢又好眼光啊，签咗后屘喺车路士打得唔错嘅。加利卡尔翻嚟，佢应该几好眼光嘅，即系喺亚士东维拉，我记得嗰阵时就花咗几百万磅买佢翻嚟嘅，咁啊签咗呢个球员啦，同埋后屘就又签咗呢个梅安巴翻嚟啦，喺呢个防守中场喺阿仙奴啦，喺阿仙奴青训嘅，咁啊呢个你可以讲下，但系最尾就其实嗰一场波我都觉得几咩噶，几惊险，我记得好似系联赛杯嘅比赛，咁嗰时睇直播其实见到嗰阵时嘅梅安巴其实都仲系一个，即系喺嗰个年代，其实阿仙奴系嗰、那个。中场嘅青训出嚟，其实梅安巴曾经被誉为一个新嘅房中接班人嘅，系，但可惜韦拉系嘛？未接到韦拉，但系佢系一个桑字嗰种啦，系，即系都仲系觉得都如果留队有前途嘅，但系可惜就嗰阵时，你知道云家就去除发明嚟之后，就根本上已经唔想再用房中嘅关系，咁所以就基本上喺嗰段时间同即係发明嚟拉屎嗰年啦，咁同佢争位嘅时候，咁就决定放弃咗梅安巴，咁梅安巴本身佢个波底同埋都叫做硬净嘅，但係都有桑字嗰种老莽囉，咁所以其实去到保顿嘅时候俾阿拉亚斯调教咗一段时间之后呢，其实个表现还可以，但係可惜就之后就心脏病发，就已经基本上就要结束呢个球员，结束球员生涯啦，但係就近年嚟呢个人呢都活跃返好多嘅。首先自己开咗间同个老婆啦，开咗间甜品铺啦，係啦。咁跟住其实都成为咗英超赛会其中一个嘅嗰啲叫咩呀，健康大使咁样嘅。都帮英超赛会周围去到访每一间球会嘅青训学院嗰度去讲下啲亲身经历啊，点样去察觉到
个心脏病啊或者之类嘅嘢咁样去分享翻个疗程啊之类嘅嘢。咁其实佢而家个人生都过得几丰盛嘅，因为又有仔女啦，间甜品铺又继续营运到落去啦，跟住又喺足球呢一方面继续帮英超赛会做嘢啦，甚至乎保顿同埋阿仙奴亦都好欢迎佢担任球会大使嘅，因为都唔介意佢有几廿重身份，咁都希望尽量弹啲 job 俾佢嚟做嘢咁样。系啦，咁所以就梅恩巴呢个球员其实都系可惜嘅，嗰个时间退出咗，但系都非常之感恩，就系一样嘢都仲可以活到而家，同埋都过住唔错嘅生活。系咁就后屘美神教教下咁啊，其实佢都入过唔少好货啊，譬如呢个艾文达啦。呢、这个好横好高大嘅瑞典前锋啦，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啊 ？E.V. 都、你都见到佢系脚软嗰啲嚟嘅，系啊高斯嚟，对住佢都几难搞。哇！呢、这个人大嚿衰到不得了啊！咁啊，后屘就又系美神，又系搞唔掂队波啦，咁就又转领队啦，转咗奥云高尔啦，唔系云高尔、啊。系奥运高二喎，系咁呢个领队奥运高尼，系奥运高尼，奥运高尼接手对阿仙奴最重要的一样嘢咧，就系借咗韦舒亚。系当年借去保顿，我哋都觉得哇，搞乜嘢啊？保顿、牛奶仔、二伤到扑街、借去即系等同于送佢命嘅啫。系啊，点知奥运高又用得佢唔错喎。系当年。即系将佢摆喺个半核心嘅位置，又唔使佢孭一队波，但佢又可以发挥到自己嗰啲自己嘅少量突破啊、传送咁。对于当时啱啱叫做阿仙奴想称起嘅韦舒亚嚟讲咧，其实系喺嗰段时间个发展咧，其实我觉得保顿系帮咗阿仙奴好大忙嘅。系系啦，因为调好咗韦舒亚啦嘛。系啦，叫做 tune 好咗佢。系咁啊，其实奥运高尔即系。佢就嘗試即係吞咗吞對波啦，即係冇咁話淨係咁單一嘅高 Q 大棍嘅英式踢法啦。咁、其實首季係 OK， 但係後屘呢就冇辦法啦，因為韋舒亞又走咗啦，同埋佢都入咗幾多水貨返嚟，譬如話你太過水尾嘅馬田柏道夫啊，端機啊，即係仲有端機嗰時仲有少少貨嘅，係仲有一個比較欣賞嘅球員，因為佢之前因為腎病，所以就影響佢發揮呢個卡拉斯力啦、即係以前喺雲達不萊梅踢得好嗰個球員啦，咁後屘就冇辦法啦，雖然即使基納倫同埋卡希爾都尝试喺后防线嗰度力挽狂澜，但係都冇辦法啦。始终都係喺呢个2012年呢就顶唔顺啦，就降咗落去呢个英冠嘅赛场啦。咁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咁如果一个世球会咁之前可能佢嗰个薪酬架构啊或者佢嗰个财务即係处理得唔好呢，其实过咗两三年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好严重嘅财政危机。但保顿我都觉得你讲漏咗一样嘢，保顿都几肯用亚洲球员。系当年就问阿仙奴借公士亮啦，公士亮亦都踢得唔错啊。嗰段时间其实认真嗰句，咁另一边就李青龙，韩国李青龙冇错，我正想讲呢个啦。当年可以话系继朴智星之后另一个俾踏入英超嘅球员嚟噶，嗰阵时李青龙都湿手巾㗎，嗰阵时嘅李青龙、都帮到下手，都吊到条命下㗎，嗰阵时都系咁嗱，就冇办法啦，后屘就焗住要降班啦。咁其实降班之后，即使基拿伦就冇办法，就随住球会降班就离开咗球会啦。咁、去咗韦斯咸啦，咁之后就去咗韦根嘅。咁其实保顿呢就搞了几年之后呢，就2015年就终于都开始爆煲啦。咁啊纪录做呢个1亿8千万嘅负债啊。英镑啊。根本上打后嗰三季到啊，冇一季唔系俾赛会扣分嘅。係啊，咁就呢几季都成日俾赛会扣分啊，同埋成日都俾赛会就话，哎你再唔找啲数就要清本啊。咁啊转会球员转会禁制令就成日都常见㗎。嗱、个轨迹呢 ,Tommy,、我记得嘅。第一年爆煲嘅时候呢，一开始系负分作赛嘅。跟住追上嚟嘣嘣嘣嘣嘣嘣嘣，最尾互到级。好啦，跟住之后嗰啲呢就变咗个轨迹呢，就开赛咗大概8周到啦，就开始扣你分啦。
扣完分之后咧，个转会禁制令就出嚟噶咯，就讲到明话唔准卖，唔准卖，点点点点点。然之后去到二月咧，个财政报告咧就话粮都冇得出，跟住咧个老细咧就开始泵少少水出嚟啦，出翻少少粮。嗯、然之后咧嗰阵时仲有英冠紧急外借枪噶嘛，借啲青年球员翻嚟。嗯、然之后啲青年球员就帮佢打护级。咁、嗯、啊，通常都压线护到级咁样。咁啊，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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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咁样嘅情况嘅。系啦，咁都。咁其实佢喺2016年都直情好似新特兰一样啦，就落咗去甲组作战啦。咁、嗯、其实佢就喺上季佢都升返返嚟㗎啦。咁佢好嘢喎，即係其实都几奇迹下㗎。因为佢最尾，我记得佢最尾嗰几周啦，其实都有几场波都几奇迹地反胜对手而护级成功。嗯。啊、详细就费事多讲，因为我自己都唔系睇太多啊，保守啲嚟讲。咁直到今季呢，其实近呢两个月呢都系好大镬，因为呢佢就盛传緊卖盘啦。咁、嗯、就又传出话可能二月份嘅粮都未出啊，同埋搞到啲球员呢都好似要罢操两日啊，以示抗议啊。由12月开始传起㗎啦，其实都。係啊，同埋最新嘅消息呢就係、是、呢、這个好似喺佢哋主场对叶士域治嗰队波，即係呢个护级大战之前呢、嗯、其实都唔系护级大战，应该系讲揽炒大战。揽炒大战。竟然因为呢个财政问题呢，嗯，系令到可能有啲佢球会嗰个 staff 负责保安部嗰啲呢、嗯、就冇得返工啊。所以呢、啊、因为安全问题呢就被好似话唔可以俾球迷入去球场睇波。系唔止保安，系连个 IT 系统、个 IT 部都冇、啊。IT 部系啊，唔系佢嗱佢咁样嘅，佢 solve 咗一个 problem 之后呢，跟住后尾就话 IT 问题啦。咁 IT 问题呢，即系因为一日，即系可能好似我记得星期四就好似解决咗个保安问题，又话 OK 啦，可以俾你作赛。礼拜五呢又话 IT 问题，跟住后尾呢呢、这个赛会好似借咗十几万磅俾佢呢，就渡过呢个难关。叫做呢两场可以踢。是啦。暂时有个 statement 就话呢两场 OK 嘅。但两场之后点呢唔知。是啦。咁而家就盛传紧卖盘啦。可唔可以究竟边个人有兴趣呢对于呢个摇摇欲坠嘅球会。其实呢就传闻呢就系呢一个嘅屈福特之前嗰位嘅投资者咁样。咁啊点解会要佢呢咁、那个原因都系因为老牌球会同埋本身呢一队波认真讲保顿嗰个青训系统呢就唔差嘅。认真嗰句。咁同埋如果佢落到英甲嘅话呢嗰、那个所谓嘅方针呢都系重用呢一班青训球员。嗯、所以呢其实呢一个老细呢叫做 Lawrence Bazzini 呢就已经喺近日呢就已经同传媒放风话我接近买到手㗎啦。嚟緊个方向呢即使降咗班都好啦下一年呢会用青年球员嚟做骨干亦、都会呢外借一啲嘅旧电池返嚟咁希望呢尽快冲返上嚟英冠先。咁样。咁啊。咁其实佢嗱。其实嗱你见到今年其实保顿个财政都几撚阴功㗎。嗯。你諗下佢嗱你成队波我諗你哋都噏唔出啲咩名㗎啦。唯一一个噏得出嘅可能係艾美奥比啦或者当奴神啦。Sammy 艾美奥比啦。同埋有一个几老牌球会嘅加利奥尼啊。係跟住。但其实即系以前踢博茨茅夫踢得几好嗰个中场球员咧，之后去咗米杜士堡，又去咗韦斯咸效力嗰个加利奥尼尔。但其实都几阴功噶，你得翻呢三个，其他嗰啲其实基本上都叫做系青年球员，或者系一啲冇粮出已经唔肯踢嘅球员。好多名不见经传球员咯。同埋最大镬就系、是、你艾姆斯，你记得啦，曼联青训门将啦。咁、原本系佢哋首席门将嚟嘅，但系因为原本开嗰张合约嗰、那个。嗰、那个周薪啊、太贵嘅关系啊比唔起啊、所以其实季初已经将个外借咗米沃尔。而且仲要同人哋签订嗰张合约都几委屈㗎、要米沃尔敷屁所有嘅奖金所有嘢都要米沃尔出、而且呢个球员完咗之后如果返到嚟即係下季啦完咗之后返到嚟係将约係继续嘅话呢都唔好意思啦自动 cancel, 佢自动会过咗米和二㗎啦。係直情有埋呢个买断条款即係话已经供唔起呢一类型嘅球员啦基本上。咁、都水深火热㗎真係。咁而家
就即系冇办法啦。咁其实嗱，钱嘅问题咧，其实即系如果即系老土啲讲句咧，其实又唔系咪咩问题嘅，钱嘅问题啊。有人买嘛，唔系问题。即系你最多都系要过，即系要一段时间过渡啦。咁最紧要就唔好真系清盘咁啊，成个球会解散系咪先？咁其实都赛会都肯同我哋傾啦，系咪先？万事都有得商量，最紧要系咪先？咁其实希望佢哋尽快见到啲彩虹啦，希望啦。始终一对老牌波，咁就都对于英超喺之前都系一个年代嘅一个十几日近呢二十年，其实都几系啊，都几标志性嘅球队。即系喺我的角度嚟讲，尤其是我哋睇二千年代嘅英超，系一个好重要嘅名字嚟噶，佢同布力般，因为系代表咗嗰种叫做咩刀仔锯大树啊，亦都有风格嘅足球咯，只有嗰句，即系步入咗二十一世纪呢十年嚟，其实喺我心目中呢一类型嘅球啊喺英超越嚟越少。嗱，其实有一样嘢都几煽情啊！嗱，其实佢之前咧个班主咧叫呢个伊迪戴维斯啊，咁啊，其实佢就之前就啱啱过身啦，两三个月前，但系其实咧佢就喺英超，即系喺保顿英超嘅期间咧，其实佢都几支持呢个球会嘅，咁啊冇办法啦，其实佢又唔系话即系十分太有钱嘅富豪，咁就后屘讲咗班之后咧，保顿其实佢都卖咗盘俾其他人嘅，咁啊。之后就今年就我唔记得咗系两个月三个月前，咁啊保顿就差唔多清盘之前呢，佢喺临死之前呢就借咗几百万磅俾而家呢个呢个班主呢个安达臣嘅。咁啊度过咗嗰个极大嘅难关。开季嘅时候啦，即系临死前佢都有呢个咁大嘅贡献呢、这个伊迪戴维斯。咁啊会唔会可能迟啲会有个雕像会纪念下佢呢？我觉得其实都要啦，可能会有需要㗎啦。咁啊嗱，咁讲开咁多前世今生啦，咁其实就佢而家就基本上降班硬咁制囉，就其实数字上有可能㗎啫，係咪先？咁其实喺一个球会内外交困嘅情况之下，咁其实都真係要等救世主到啦，咁冇办法㗎啦，咁睇下喺英甲里面可唔可以尽快即係執好队波同埋个财政㗎嘛，尽快重生啦，係啦，尽快重生啦，即係真係。咁你睇下我哋新特兰都有类似咁嘅咁嘅遭遇，但係我哋就冇话恶劣到话冇粮出，同埋话试过即几次可能压线差唔多清盘，亦都未试过俾人扣返。你有啲球队呢係一年可能一次，或者係几年一次，即係都会有一段稳定时期㗎嘛。但係保顿其实真係呢五年嚟，即係未谈过呢个节目最一开始我同你已经讲緊保顿财困呢个问题。我哋呢个节目都讲咗两三季英冠啦。跟住我哋再之前我喺冰冰我都经常借啲人去保顿，我哋都话哇好辛苦，踢得好辛苦。咁啊估唔到去到今季真係挨唔住啦。咁啊我同意一样嘢，就话希望佢尽快升返上嚟嘅，但係认真讲句啊，你落到而家英甲都唔系话唔吓阿梦嚟㗎。係你见到新特兰都浮下浮下啦，咁啊都唔系易噶，咁唔系易噶。但系我新特兰虽然输咗油漆杯，但系起码即系搞下都，终于都攞翻个主导权。系啦，咁啊而家八十分啦，打小场啦，咁啊距离第三名嘅班士利咧就多一分嘅。但系打少一场咯，打少一场。系啊，终于都去翻前二啦，同埋攞翻个主导权啦。咁啊呢样嘢就十分紧要嘅，即系虽然喺个油漆杯。即旧油漆杯失意，但系即刻 pick up 翻个心情同埋状态咧，系真系非常之重要嘅。我记得油漆杯输咗之后咧，我哋就即刻以3-0作客，赢咗一队咩格唔知咩格灵顿嘅球队嘅艾格灵顿啊，哦艾格灵顿，知乜春啊，系啊，咁啊都几安慰嘅吓，咁啊冇办法啦。咩Stanley 嗰间系啊，寻晚就。
对住近况比较好嘅柏顿就一比一啦，同埋都我哋啲球员疲态都尽露啊，所以冇办法啦，一比一都要顶一顶住。咁期望今个礼拜即系周末咁啊，正常就继续可以赢波啦，即系全取三分啦，就抛抛嚟班士嚟咯，始终都系咬得比较紧啊！我都讲过好多次，如果今季真系升唔翻上英冠咧，系真系非常之灾难。好，两个字，信念。唉，即系呢个时间师兄嘅出场，信念唔系信念就搞得掂嘅，有阵时我哋即系呢啲。太迷信啦，系咪先？大佬，我都信自己成日会中六合彩，咁啊又唔中六合彩，系咪先？都要脚踏实地啲嘅，系咪先？即系譬如话，系唔系双前锋好过单前锋咧？咁即系实际啲谂下，对波有咩不足？系咪战术上嘅不足咧？咁样会系咪球迷支持唔够咧？咁即系我起码。即系要实际啲谂法，点样做嘢仲好咯。OK，好。咁啊，保顿其实都冇乜嘢，即系可以再补充噶啦。因为始终我又唔系保顿嘅球迷，香港亦都冇保顿嘅球迷，都揾唔到，可能有嘅，但系真系揾唔到啦。好啦，咁啊，咁啊，讲下几下其他花生啦。咁就嗱，咁啊，而家虽然系季尾啦，但系仍然系有领队俾人炒嘅。吓咁啊！边个守唔到个债款啊？喺呢个联赛中期啊，打得唔错，弹翻上嚟呢个球队 QPR 嘅领队啊，前领队啊麦卡伦咧啊，终于死咗啦！又俾人炒啦！唔好意思啊，你咁开心啊！我个笑容比较猥琐啊，啲词系咁啊，系咪煮限饭？咁啊，防守反击吓，咁啊，高不成，低不就，亦都冇特色。咁其实，球会炒佢，其实佢哋个理念系乜嘢咧？系咪惊会降班咧？定系点咧？即系个原因啊！嗱，如果惊降班就44分就，但佢原因就系超级多场不胜啦，十九几场不胜啦，吓，但系。是不是真的要看回你自己对波是什么新鲜萝卜皮先呢你即是你班主先作这些决定呢话不定想剁他很久呢咁你喂不是喎、哦、咁他都是刚刚上任的喎、哦、在季初是不是先咁究竟想点呢咁这些球会嗱 ,QPR 什么班主来的是不是马来西亚班主啊 ?QPR 印象之中好像是马来西亚班主印象的吓搵搵先啊咁始终可能即系唐人嘅球会系咪成日都即系有啲荒诞嘅管理咧？系咪 ？Tombs Group， 好似你马来西亚，系咯，好似你西布朗都无厘头啊！其实炒捻咗摩亚之后，佢都冇请过人嚟教。咁继续代领住先咯，横掂对西布朗又唔系跌得太个冧。系啊，之前传过大声啊，知唔知啊？吓，系啊，上个礼拜传过大声啊。哎呀，系啊，但系系咪真系咁有信心咧？对于附加赛，附加赛嗱席位就应该冇问题都系嗰句，但系佢今年个目标，我自己觉得佢对波又有机会嘅，认真嗰句真系系嗱。讲开附加赛啦，咁其实有少少跌眼镜嘅，因为咧赛程嘅问题咧，我就有少少睇少咗布里斯托城。但系竟然咧冲翻上嚟、啊，近几场波咧对住啲硬嘢咧，佢都杀晒咁滞，即系佢都全部全取三分。有咩硬嘢咧？作客石飞联，全取三分；作客呢个米杜士堡。全取三分，米杜士堡我一早讲咗话会冧噶啦。咁啊，主场对韦根有少少，可能有少少疲态啦，冷味啦。咁啊，又嚟啦。咁啊，主场对呢个西布朗又全取三分，3-2添。咁啊，杀到嚟第五位啦。咁啊，杀啦咧，坐稳咗第五位添啊。佢而家系坐稳咗添啊。咁啊，之前咧。我又睇咗维拉嘅，咁维拉呢而家都好犀利喎个势头，都稳稳地㗎啦，战全胜啊大佬，而家都最近都好多场连胜，同埋呢打少一场落
佢虽然打少一场俾米杜士堡，但系咧已经领先紧两分。咁啊，同埋领先紧呢个同一场数嘅打比棍就三分，打比棍就一如既往啦。嗱，我就估唔到佢真系海鲜成咁，佢可以跌埋心水，谂住打好啲咁啊。喂，6-1大抽叶氏域战，嗯，但竟然咧之后咧又可以和下波啊，又可以输下波咁样嘅，仲要系输俾啲无入无球嘅球队，咁啊。打比棍真系，唉，海鲜得个点，即系林伯或者车仔嘅 fans， 我谂都几失望吓。我都失望噶。奇海鲜啊，非常之海鲜啊。嗱，讲真，礼拜一我都睇咗场打比棍，系，因为打比棍 U23 咧系有啲直播嘅，咁嗰场就作客对阿仙奴啦。咁我估唔到阿仙奴赢得咁轻松嘅，因为其实打比棍其实而家佢对 U23 咧就打紧第一组别嘅英超嘅，即系 U23 佢哋都系纳入英超度嘅。咁其实佢系之前系 head 住阿仙奴一分到嘅，咁啊四五位。咁我原本以为哇打比棍会打得即系比较对版啦，但估唔到嗰扎青年军都系比较懒散同松散嘅，尤其是佢其实系有佢同前面个分差亦都唔系差太远。嗯，佢有能力争前面呢一队波，由上到下都系话紧俾我听就系、是喂放假咯。嗯。到达目标咁滞噶咯，系又嗱，你可能话喂 ，EV 有冇咁夸张啊？你睇场 U23 啫，同一线队好难比。留意翻一样嘢，自从林伯上任咗之后，其实打比棍系留意咗好多本身自己嘅青训，佢将会用呢啲球员可能会做骨干。嗯，所以其实系个结构性嘅心态上系出现咗问题嘅。而家，嗯，佢 U 队有冇同一队 train 啊？有啊，我有留意噶。系，我有留意有合训嘅，嗯，尤其是呢一场波踢之前，打比棍有一课操练，其实有一半嘅球员都上咗一线队操。嗱、啊，有冇直接嘅关系咧？我觉得冇直接嘅关系嘅。咁但系，打比棍真系之前都讲过啦，今年升唔到系，下年都几大压力啊，财政上吓，咁、嗯、啊，再睇啦。嗱，其实真系英冠系真系好难预测嘅年，就真系冇讲错啦，系咪先？米杜士堡，哇！你本来坐稳呢个附加席位嘅，你、yes, 竟然咧可以最关键嘅时候咧搞个6-敗出嚟，耶、yeah. 啊！到最近咧先至啊作客，头先我哋所讲嘅希冧球队保顿啊，先至赢翻波呀。我再讲几捻大镬啊！佢哋，我要重申一次我嘅论点，我唔系憎米杜士堡，我亦都唔系讨厌米杜士堡，我从一个好客观嘅角度就话俾你听，守嘅球队。在而家英冠嘅形势嚟讲，系绝对唔系处于一个优先嘅位置，亦、都唔理想嘅。而个客观现实反映咗出嚟就系、是、守啊守啊，去到最尾冲刺嘅时候，系真系要识得攻嘅。嗯嗯，系啦，咁就嗱，我自己就真系唔希望呢啲咁嘅球队，即系打附加赛苦碌碌去翻英冠啊，真系太闷啦。同、埋保利斯，其实我估佢俾人炒，我谂呢一场真系救命啊，大佬，救佢命，救命！不过嚟紧都系冧噶啦，唔系嚟紧冇晒主导权啦。咁你要睇下维拉或者保利斯当成边队系冧噶啦。嗱、我觉得打比棍海鲜到咁，唔系冇机会嘅，但系真系唔敢睇好，我有少啲眼镜。哇，反而一队波嗱，我哋之前请咗个球迷翻嚟阿 Rain 咁啊，佢哋石州三又争气，趁住其他球队兵荒马乱之际咁啊，爬下爬下又即系又上翻嚟。系相差嗰、那个，仲有机会噶，六分咯。系啊，仲有机会噶，咁就都系嗰句啦，仲系咬住噶，自己唔得咪等人欺冧咯。系啊，同埋势头好啊，不过佢好可惜啊，即系佢有一场。即系佢对佢主场对阿斯顿维拉嗰场就即系反胜为败啊，吓同埋我记得我又冇睇嗰场波，好似有一球十二码就射唔入嘅，我唔知系咪有，我要查翻先知啊。咁啊，有啲可惜嘅嗰场波，系吓咁就布鲁士系有啲料到嘅，布鲁士吓咁啊，石州三如果可以趁尾班车杀翻上去啦，都精彩，都几一时佳话，系、但系。阿士东维拉咁勇嘅势头咧，同埋即系佢执翻起队波咧，你要佢真系狂失分咧，其实似乎机会真系比较微，我觉得，唯有寄望布里斯托城咯，
真係大跌眼鏡啊！對於比魯斯布里斯托城呢隊波，我以為佢真係會冇機會。英冠鼓勵唔到嘅，我都其實我哋都可能季尾要總一總結，究竟我哋今年有幾多個係估錯同幾多個估？唔係咁，喂大佬，我哋成日估咁嘅，咁當然我哋唔係神仙嚟噶嘛。唔係咁，我哋係鳩噏節目嘛。係啊，當然。当然有会有出入啦，咁啊，阿士东维拉连即系佢啲借将都有表现嘅，譬如话呢个谢朗明斯啊，同埋呢个侯斯呢、这个双中坚都已经有好表现，系咪先？基列树仍然又有货卖，仲有呢个咩 Tammy 阿巴咸嗰啲仍然系比较大威胁嘅，所以即系除非佢哋突然间有呢个超劲嘅伤病问题啦，否则我觉得即系附加赛佢都应该会预翻佢一份，咁啊嗱。讲咗附加赛，讲几句一二三名啦。我觉得就洛域治咧，即系最近已经赢到即系唔识停啊。咁啊，都讲过好多次噶啦。呢队波究竟有咩特点？咁样就连佢嘅首席前锋呢个普基咧，或者贝基咧，都攞埋呢个英冠啊嘅最佳球员啊。咁啊，真系可喜可贺啦。似乎洛域治直升上英超嘅势头呢就应该冇办法逆转㗎啦。反而呢第二位呢真係打山打死嘅即係呢两队。喂你以为石飞联作客怼冧咗列斯联。哇 ,OK 啦。跟住平步青云杀埋。可能会抛离下佢。哇点知佢自己之后呢又諗咗场。会输波。输俾布里斯托城。係啊跟住呢后咩又俾列斯联冚返上嚟。我以为列斯联又 OK 啦屌你咁系咪先。跟住又系諗一场。咁难得可以反击返。哇点知佢都唔系点知有理由。哇佢又输俾伯明翰。即系咧，同一时间石飞尼一日赢翻，又俾石飞尼咬住。总之今年个二三位好好睇啊，真系好好睇。咁啊，基本上每个礼拜都唔同啊。哇，我谂佢哋极大机会到最尾一周。咁啊，列斯联都有啲利好消息嘅。佢上半季嗰个首席前锋呢个路飞咁啊复出翻啦，系咪先？咁就宾福特寻晚都有两球波入啦。咁啊，其他小将，譬如即刻奇勒啊 ，Harrison 啊，同埋其他帕保路呢个香兰迪斯都仍然系有货交啊。咁、其实真系要斗到尾噶啦，同石飞联。系咁啊，真系非常之难预测啊。咁啊，大家再继续密切留意呢个英冠嘅赛事咯，系咪先 ？OK， 好啦。系啦，咁啊。今集就讲咗咁多保顿啦，同埋讲咗少少嗰个即係前列嘅形式啦，咁啊睇下下一集可以几时会再同大家见面囉。咁啊今日就短短呢一节啦，係咪先。其实今季最尾嗰两集应该留返呢个附加赛嘅。咁啊同埋总返总结啦，係咪先。咁就应该你嗰四集其中有一集就一定要请返啲列斯联嘅真球迷上嚟追追下㗎啦。同埋维拉啦同埋维拉嘅球迷啦。咁例牌附加赛之前应该要请下佢哋啦，係咪先。咁如果石周三又入到呢个附加赛席位嘅，咁既然要请马 Rain 上嚟啦，係咪先。睇下可唔可以做呢个三个球队球迷嘅大混战啦，系咪先？我觉得都会几好玩嘅。系布里斯托城应该同埋西布朗应该请唔到啦，球迷难讲啊。我识得有一个国内嘅西布朗球迷咯，但系冇可能啦、哦。没关系，普通话我可以。唔系冇可能啦，咁啊，唔系因为佢入咗即系国内嘅新大人嗰个群组啊，微信嗰度。哦 ，OK。但系佢都成日讲好多无聊嘢。佢话我问佢点样中意西布朗啊，咁佢话中意伊云斯。哦，得啦，冇嘢啦，冇嘢啦，呢啲男仔嚟啊，咁啊 ，OK， 咁罗柏蔬菜各有所爱啦 ，OK， 佢又唔系话同性恋者嚟嘅，咁我唔知点解啦，咁啊，系咯，好啦，咁啊，今集差唔多啦，今集即系一节短短地啦，咁啊，两数下个情况同埋同真系中意补系啦，发下阿卢苏啦，系啦，咁啊，下集再见啦，拜拜。多谢你收听 Rekkerson 嘅节目，记得 like 埋我哋 Facebook 啊！
最好 subscribe 埋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啊，最好打赏埋我哋啦，打赏一下令我哋做得更好，亦都为 Recasin 筹募营运经费 ，PayPal account member@recasin.com.hk 或者汇丰银行6525930398 Recasin New Media Company Limited， 少少打赏，多多支持，多谢支持。